再见到小桑植，他也很高兴。帮哥哥搬家。今天我帮哥哥搬宿舍，我哥的东西真的很多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一个大男生为什么能有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，点点点点点点。幸亏我来了帮他了，真的很幼稚，像小学生写的一样。还好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我见到了几年没见的哥哥室友。虽然一见面他就说我是小偷，但我知道他只是在跟我开玩笑。哪儿来的小偷啊？看在他以前帮过我一个大忙，还要再帮我第二个大忙的份上。我就不跟他计较了，以后也不嫌他老了，还是会嫌的。还有他送的狐狸娃娃，真的一点都不丑。虽然，但是，我还是想有一个。他这样的哥哥，至于我哥嘛，就爱哪儿哪儿去。想要的话，就把我哥带走吧。P.S. 那个哥哥跟我说，再见到小桑植，他也很高兴。